兰奇连霸气都没有，是怎么秒杀一个中将的？而且连波恩尼都秒杀了一个中将，现在的中将现在实力这么差吗？弗兰奇很强的好吗？鬼岛大战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很看好弗兰奇，因为我觉得他机动性太差，尽管他的镭射激光包括将军炮堪称草帽团最具毁灭性的招式之一，但弗兰奇最终有惊无险的拿下飞流包佐佐木，证明我们弗兰奇的实力是响当当的，绝对是中将之中偏上的实力。弗兰奇包括现在的山治，这两个人都是科技战力，山治曾经吐槽弗兰奇是改造人，他自己也是个改造人，科学战力让他们的基础战力太夸张了，所以他们是少有的可以不太依靠霸气的海贼王强者。那从战况来看，这次来到弹头岛的中将看来实力确实可能一般，比不上海军本部的那几个中将，好像本部的中将就来了一个，海军中将又是个极其庞大的群体，中将也分强中弱，所以不能说是中将的实力贬值了，强的有准大将甚至大将级别的，弱的有非常菜的，一般的可能就是被弗兰奇和波尼秒杀的这两个。秒杀一个中将，弗兰奇这次还是 super 帅的，